好吧，啊，几个差一个，你就整齐就好了。我觉得还都还应该还，你自己决定吧，对你的世界。对啊。哎，僵尸来了，僵尸来了！我怎么拆一个火宝就这么累啊？哎呀，嗯，哦，哦。哎、欸，打牌谁？看到没有了？哦，地啦！木胸甲、木头盔，这样好难算格子哦。对啊，不好算，太小格子。直接看，先看到眼睛脱窗哎、欸。我有火把的，我帮你们擦亮。那这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回血。哦，回血啊！这游戏不是太暗生怪，是距离会距离到一定距离就会生怪。所以你就算擦很亮也没用。周围还是说你只是看这个看起来比较亮。怪不会生在玩家周围，在玩家的四外。嗯。那如果我买那种曲面荧幕超大、世界大那荧幕会怎么样？我想试试看呢、欸，因为它太大了不支援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支援。哦，现在好像32还35败就会有胜败了。哦，剑如虫怎么打？打很简单啊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接，可以拿雷管打。可以跑高一点，用雷管打。木工也需要箭矢吧？还是不用？要，要。那这就是挖石头啊。好吗？垂直往下挖吗？下面再挖一个洞。呀，我们中心点在哪里？火把那个位置左边一点点吧。不是火把啦，火堆。那我挖这边啊。差不多，这么就叫一个人再死一次哦。你再给他死一次，或者再出去一次。有没有想死一次啊？可以点名哈记吗？我不要哦。哎、欸，你不许放怪进来，你坏蛋！不能，我不会死的。那个剑是剑士啊，那一把吗？对、嗯、啊。刚刚讲的仙人掌的剑啊，你要不要？好啊。去挖仙人掌。刚只拆了几个，来给你。防身！哎呀，他进来了，他进来了，快点，快快！什么？好不起来！我的装备我自己弄啊，好做吗？还是不好做？一个仙人掌，算好。我家现在往下挖吗？可以啊。目前没有线，对不对？没有线，没有。我们先请哈基死亡、欸，好不好？问一下那个杰克，杰克，你有拿到线绳索？绳索？没有。哎、欸，兔子，点点。脚镣，哎呀，没有，没看到绳索，北七哦，嗯，哦，那应该就是没拿到了。哎、欸，我有绳子哎，好、哦，就刚刚好像宝箱是谁丢出来的吗？哦呦哦呦，外面好多怪哦。然后他们会破窗、破门哦。这绳子怎么用啊？我忘记了，就放啊。直接点上就好了，要上，快点上。哦。哎，小心啊、哦，那个高度会摔伤。哎、欸，请问绳子嘞？绳子不放下来，我怎么回去？我跟杰哥困在下面了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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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哎、欸，没了，甚至没了，就这么短的一个。好，我现在剩平台吧，我再放平台。哎呦，为什么不挖这边挖一下嘞？杰克，我挖的、啊。这要继续往下挖吗？对啊。
我吗？你这样绳子，这铁矿、啊。哎呦呦呦！怕我们的平台啊？你平台也放太密了吧？不然下来很下来。中间再挖。不要你不要放中间，不要放中间，放旁边。这样子。哎呦，你怎么没摔死？我没摔死，天啊！太坏了吧！不要放中间哦，放旁边。啊，放旁边啊！你不然你等下绳子怎么下来？哦，没有怪物声音。可是我目前没绳子啊。瞎啊，那摆旁边，可以打罐瓶瓶罐罐就会掉了。挖矿，我要水。僵尸，僵尸啊！耶、yeah! yeah! ！抽奖喽！来去哈基台抽奖喽！哎，我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哈基的 NoNo Life。我也要看一下哈基台，等一下。全是摔死的，天啊！上面僵尸掉下来啦！来，你这时候就要示范一下怎么防止僵尸破门呢？因为我刚好，我等一下设定。设定，来，我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他。不是啊，是不是设定？你先来一句叫哈祭台。你这很坏。没有啊，不是我。也不是我，他自己走下去的。对，他自己上来的。你没有顾好，你是顾门的。我没有。刚兔子就直接摔下来啊！然后你还说他怎么没有摔死？你看，亲自宝。你看这人哦，亲自宝。你是玩血腥之地哦？你为什么要再盖这个？我血腥之地，因为这样子，因为我们习惯是往下盖。啊，你习惯往下盖啊？对，没关系，我都盖了。我们这边都会放那个，就是玻璃，然后放一些装饰品。哎，之后再盖。曾经有给他看过我们家吗？啊哦，那时候走流。他那时候只玩两天而已，我就给他看，他也看不懂。对呀、啊，啊，反正就我们东西又往下放了，然后第一层会放那个做东西。好，我们交给你，又有一个熊。对，会小心哦，在下面很空哦。有，我看到。就这个平台，我现在好害怕哦，会不会又第二次啦？慢慢放，我现在抽奖，你们现在怎么下去？慢慢下去吗？从右边下来，从右边下来。抽奖时间我有右边直接跳下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下面有水。你再来，问一下水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有点困难。等我一下哦，楼下亮，放光明的。抽奖时间死掉不算哦，啊，这个就不算第二次啊。啊，有个无敌时间等券，对 ，CD 时间。趁现在赶快把危险的事情做一做。那边危险的事情做一做。不，没事。87滴啊！哇塞！哇，赶快87！哇塞，87啊！你没进队伍啊，哈基。哦，刚才对啊。好，你可以往下了，可以跳下来，可以跳下来。我不要。不是啦，这我不是跟你讲话啦。右边吗？没有，直接下来。你哦。你说叫你直直下来，你那边转弯哦。我哪知道、啊？你看杰克就没，杰瑞就没死，你就死。没有，位置还是有差，他那个太旁边了，你这个有点边，你想一下。因为那我拿着雨伞会有用吗？有用啊，你有雨伞怎么不早点拿、啊？我忘记了。嗨，哈基。你那个好可爱哦，这样子。这样堵水会把水堵住吗？还是不会？好，这边都是矿吗？还是这是石头？哦，你看到会有亮亮的效果，就是矿啊。哦，妙水，好了，我可以到处飞了。什么东西？药水是什么？可以船队，大家可以先回去，再飞你。哦，下面是水了。
刚叫你跳下来就是啊，我有水水啊，水水，然后就跳歪了。哦，好想要闪雨伞哦。休想！没有啊，刚有人有雨伞也没有用啊。对啊。哎，不要下，先不要下来，不会有。有水母哎、欸，咸、哦、鱼是不是？现在阶段我们水母，杰克，你去摸一下水母。哦哦不要，会有用，触电之类的。不会触电啊！不会触电，你会变发光，你整体会发光，你整个会变发光的，然后死掉的，对。你试验看嘛。好，试验看。水母游过去了。哎、欸，他走，怎么游泳？怎么游泳？怎么游泳？我刚刚不是有讲人不会游泳，这阶段我们不会游泳。我沉下去哦，我沉下去。可恶！我以为你有看到圣光。什么光？发光啊，发圣光啊！哦，死掉吗？对啊。什么、啊？我不是第一次玩，我是已经玩了一个礼拜，但也还是新手。完了。好深哦、喔！这里是哪里？繁星队，这里是哪里？哇！太深了，太深了，太深了，太深了！哈哈哈哈哈！那深都深不见底，我的妈妈咪啊！我看到宝箱，我刚应该先开的，可恶！底下宝箱，恭喜一下这位超重喽！有我吗？有我吗？哟！干，怎么会那一格啦？怎么那一格啊？你不要笑，等下弄死你！我跟你讲，那个挖掉，我帮你把那个挖掉，帮把那个挖掉。赶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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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！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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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确定有没有其他格哦，应该没了，应该没了。我操！Not me。哦呦！我的爆！我的大大！有刺哦，小心哦！嗯，这次不会，这次哦啊啊啊！放我一下！打、欸，打一下好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边有宝箱，看到了！快开快开！哦哦，宝箱。啊, 啊, 啊, 啊！有人上不来了，有上不来了，有上不来了！不要上来！我有盖木平台了哦。可惜，可什么？可是什么？这个房小房间吗？啊、超一位一百哦！我怕按错是不是？好、啊，没关系，那等一下，有云朵屏，有云朵屏，我可以二段跳了哦。只有一个哦，我刚刚抽错了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我不过有绳子哦，我就放绳子。要抽，所以刚刚是金额变多还是怎样？名额变多，金额变少。哦，我放个绳。要赶快盖啊！我们现在钱多会有伤人，所以我们现在缺房间，可以去买绳子。嗯，给我们要盖加工人。给我木头，好，把你们身上所有的木头都给我啊！不用所有了。哎、欸，箱子有拿拆上来吗？还没有。刚我这边是有一个箱子拆掉了。我有木头了。拆了，拆了，拆了！我给你。那里？我在上面。我先下来。垃圾到底了吗？看一下。OK， 可以下来了。杰克，你跟来干什么？被杰克吸走了啦！不是要给他木头吗？啊，你就跟给他。你为什么要给我宝箱？他就放绳子下去，我看。你说箱子嘛，然后就顺便给。哎、欸，有卡住了，有方块卡住了。嗯，我看一下。哦，那火把。来、啊，嘿咻，那我们要什么时候才可以游泳啊？Okay. 拿到道具，你要有道具，
欸，我有绳子了。你敲敲。嗯。史莱姆。要，那上面放木头。哎、欸，有铁针的哎、欸，这边有铁针的，挖回家。所以现在是往旁边探吗？就是都可以啊，往下往旁边都可以。看你想探哪就探哪。好，赶快挖矿物。摔死了。噔噔噔噔噔！刚刚谁叫那么大声啊？谁呀、啊？谁、oh, 啊？动要逼我买雷管的？谁敢笑啊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雷管是什么？啊，杰克想问。